快是快木的快，溪是河水，有流动的意象，它是象征的，所以他把这个意象掌握了以后，我们就 follow 这个意象去了解。因此我们有找了一些现代艺术家的作品，关于木头的摆饰，然后它怎么创造空间流动的意象。一个有品味的建商，他们会有自己的坚持，会希望达到的成果。建筑师一方面希望把自己的理念投入，一方面也要满足业主他们设定的期望。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，应该说它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工作。建筑师自己身心要掌握得很好，你才能进行这种工作。它是叫小块溪，对这个地名的感受性是很重要的，带着诗意的想象。起码在这次方案里面，我们试图去跟这样的精神做吻合，希望可以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静、很稳定，可是却不呆板的一个氛围吧。我不敢说他们要带什么心情，只希望能够提供这样的质地给他们。